感谢大家在今天这个风和日丽的上班日啊，来参加这场坐看云起时的公益活动啊。那这场公益演讲呢，是由巨硕科技呢他们的一个企业三朵云啊，就是健康云、企业云、心灵云系列公益活动之一啊。那是由巨硕科技及金城资讯啊两个单位来主办。那由大华严寺以及大华严寺的北区分会啊来协办啊。那今天呢，首先呢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就是我的声音啊，因为最近感冒实在太流行了啊。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克华，我在台北荣总眼科啊担任眼角膜科的主任。那大家都知道，在医院上班呢很容易被传染到感冒啊，所以大家如果待会听到我的咳嗽的声音呢，就请大家原谅，当作一个美丽的噪音好了。那今天呢，在今天这个上班日呢，可是呢，我们今天都来聚集在这里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个跟大家都切身有关的主题啊，叫做事业与工作啊。那这个在我们正式的这场公益的座谈演讲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今天三位主讲者啊。那这在我右手边第一位呢是海云寂梦法师啊，我们可以简称海云和尚啊，大家走走走。好，那海云和尚呢，他是华严宗显首宗高原法系第42世的衣钵，目前为大华严寺的导师啊，显首宗祖师。那大家我想海云和尚呢，他在传法、在修行、在正量上呢，都是非常非常举足轻重的佛教界的导师啊。那今天呢，我想大家都很有福报，能够邀请他来到我们现场。那待会儿我们要好好的、仔细的来听这个海云和尚对于我们这些在职场上、在工作场上啊，大家或许觉得很疲惫，大家或许觉得很挫败，大家或许觉得内心有很多烦恼啊，那我们可以来仔细的聆听。那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可以现场发问啊。那第二位主讲者呢是金城，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的哦，金城资讯的总经理林龙奋先生。那我想，我不用再多做介绍了啊，我想都是业界的精英啊，都是高层的主管。那第三位呢是巨硕科技的董事长吴作顺先生。谢谢。好，我们都听到大家非常有精神的掌声啊。好，那我们要把握这么珍贵的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啊。那我们就来直接来谈一下工作啊。那就因为我本身是一个佛教徒啊，我想在座不管大家是有什么样的不同的宗教信仰、思想的背景等等，我想都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有一个很起码的认识，就是说我们不是贾伯斯或者是比尔盖茨的子女啊，我们就是诞生在一个很平凡的家庭里面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好像佛家所讲的定业啊，我们的长相、我们的身高体重呢，其实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决定的啊。那我们的智商、我们的个性，好像也跟父母亲有关啊。那所以这个在佛法的观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定业啊，这是你无法改变的啊。就是说我们甚至像我当个医生，我们知道有很多身体的毛病或疾病呢，其实跟基因的遗传也有关系啊，那这也都没有办法去改变。所以人生呢有很多定业是我们无法去更改的啊。可是我们踏入职场的那一天呢，我们突然发现我们可以凭个人的努力，我们凭我们的聪明，凭我们的才干，凭我们的智慧凭我们的经历，来在我们人生的路途上呢，创造一片自己的天空啊。那这个在职场上，所以我们在职场上，我们的
从我们所谓的踏入社会的这第一天起呢，我们其实就投入了另外一个业力场啊。那这个场呢，却是我们认为我们自己去可以去创造，可以去获得，可以去实现自己的梦想跟理想啊。那在座呢，我们有三位啊，我想和尚传法也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工作。那另外两位在资讯科技业啊的精英高层呢，我想他们今天能够坐上这个位置呢，我想他们一定也有自己的心得啊，各式各样的点滴在心头啊。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我们请三位来谈一谈这在各自的领域里头30年啊有什么样的感受心得点点滴滴啊，可以来做一个分享啊。那我们先有请和尚。我做第一个发言好像不太好，因为和尚讲空哦，啊就都没了哈。不过既然主持人叫我讲，我还是先开口。要谈这个事业，我想先认清一个问题：事业跟职业是不一样。事业啊，讲事业就是讲老板；讲工作啊，就讲员工。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问题啊，是一个立场的问题。今天我以老板的立场来谈的话，要怎么办？我以工作的立场来谈的话，那我要怎么办？我们俗话讲叫做认份，守本分。今天我是工作者，我是员工，我的本分是什么？我今天是领导、高干、高层领导，我是老板，那我应该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今天假如当一个员工，老是批评老板这不对那不对，那你最好是自己去干，对不对？你应该要当老板嘛，你说老板不好，那你就当老板看看嘛。所以很多人在做批判的时候啊，大家要留意到这一点。老板有一个特质，是一般员工做不到的，就是魅力，现在叫魅力，古代啊叫贵气。各位留意到啊，我现在讲的都跟各位有关。我们至少都白领阶级啊，白领啊，他就有一个东西叫做贵族，还是富人，叫富，有钱的人叫富。所以女众常常叫做富婆，富婆啊，不见得是贵妇。贵妇跟富婆有什么差别？就是那个贵，她有魅力，她常常啊有人围在她身边。富婆没有，富婆就是有钱可以花。所以你要留意到这一点，我们自己要有所认知。假如这一点你没有认知啊，你会活得很痛苦。你是一个富有的人，要过富有的生活；你是一个具有魅力的人，他就要过那种具有魅力的生活。但是我们现在的人啊，分不清楚我是谁。各位常常这样问啊，我是谁？你是怎么定位的？你要做绝对的定位，那叫止于至善的止。止以后啊，知止而后有定，才有定静安虑得。假如你不知止，不知道你的身份，不懂得守本分的话，那就刚才讲的，主持人讲的定业，你就掉入那个陷阱里。因为这部分你处理不好，你会活在矛盾中，人生是痛苦的。很多贵族活得很痛苦啊！为什么总统以后还要被抓去关？
对不对？你看世界上有多少总统被抓去关，锒铛下狱的，就是他没有做好他本分事嘛。他明明就贵族啦，贵为一国之君，他为什么还在干小老百姓的事？贪个小便宜，那很不值得啊。那我想我们大家连这样贵为一国之君的人都犯这个毛病，我们小老百姓怎么不犯呢？那要不犯就得自己检点认份，所以能够守本分的人都可以叫贤人，不说圣人啊，贤总可以，不是加盐巴那个贤哈，当个贤人我们都可以，那就是只要守本分，那其他人随缘，那该上去的你就会上去，至少呢你没烦恼没痛苦没灾难，这是有关这个部分我做一个简单的相应。好的，好，我想谢谢和尚的开示。对，我听到的两点是，第一个，我觉得和尚真的有智慧，他说事业跟职业不一样，我想事业是一个生命的全貌的开展啊，但是职业呢就是指工作的这个部分。那和尚的开示是第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本分做好。好，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金城资讯的林总经理来跟你谈谈吧。哎，和尚老师好，主持人，这个大家早安。我是 Frank 啊，叫我 Frank 就好了。这边有多少人是认识我的？那我要蛮小心的啊。我们都是同行同业了，那很有缘分。首先，我谢谢这个苏尔或是巨兽给我这个机会啊，这个那让我机会来分享我一些小小的感触。我是一个跟你们一样是在资讯业的，常常被 IT 的人啊 ，IT 知道哈 ，IT 啊，然后我现在呢非常专注在做 AI 知道吧？人工智慧不是工人智慧哈。那如果我不做 AI 呢，就会很 BI 的哈，不做 AI 就很 BI 哈，悲哀。那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才能，但是我自己这个在家庭事业上很幸运的落在一个很肥沃的土壤，有很好的阳光跟空气，还有这些活水，让我今天有机会多做一些可以比较快乐的事。这快乐的事不是达标哈，不是业绩达标，是能够帮助更多人成功。那因为我看这个题目是挫败的经验是吧？还有都可以，挫败我可以讲30个哈，真的很多。我先从心愿讲起好了。我觉得心愿，刚刚我从书上啊，就是和尚的书上啊，我觉得当然正念，还有你重新愿意去做你的心愿，心愿我的解释是重新愿意去做。那你就容易成功哈，这是我对职场一些感触。第二个是我觉得在职场上会有很多委屈，但是又不能求全，怎么办？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嘛哈，很多你明明出去办公室打业绩，回来很多行政工作、幕僚工作啊，他也不是故意羞你，他就是展现专业的傲慢，对不对？可是专业的傲慢并不是错，你要了解，在一个我们人都有一些主观性，你要把别人的意见当成是一个自我反省的力量就好了。基本上，因为我已经反省30年了，所以我大概知道每一次都有收获哈。那如果万一通通没解怎么办？对不对？有很多事情是无奈，就是永远没办法。我看过一本书叫做
当你明天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还是要为今天的花去浇花，对不对？也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必须让时间，你要忍耐。我觉得忍耐是一门值得研究的学问。我记得那本书写说，日本很多癌症的病人，回诊，他并不是去拿药，他是只是要一个心灵处方。他只是到他的门诊没有药，他写一张纸，你今天很好，不要胡思乱想，好好的睡觉。他就是拿一个处方而已。那最后我想，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很多可以讲了。我觉得第一个，越年轻越早挫败越好，这是我觉得，而且尽量去跨界尝试。再来就是说，人生我个人看法到目前为止都是选择的事情。你要选择快乐，你就会快乐啊。那我最近学习到的是说，你在职位再高再强，你可能要学习认错，要学习示弱，就你要有勇气去承认这个错误。那很多最后是很多的事情，都是在你放下跟忘记之后，才会变得更好。那我喜欢苏东坡的诗哈，我用一首诗的那个来回应一下这第一题哈，《蝶恋花》。蝶恋花不是用游览车那个蝶恋花，就苏东坡年轻的时候也是这个很喜欢交女朋友嘛哈，这个不过他的个性感触很深，不过他有讲一句话，就是这个好像是花褪残红，青杏小，啊，就是类似说花会褪了，花会褪，颜色会变不没那么红了，残红。但是可是这个时候呢，树上很年轻的杏果也正在开，啊，还有一句我也不太记得怎么背，反正就是柳絮什么花眠，然后最后是说，这个告诉大家就是。什么天涯无处，何处无芳草，啊，也就是说，其实，在挫败过程中，你也会得到很多意料之外的乐趣跟喜悦，啊，先再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好，谢谢，谢谢 Frank 哦，他这样，我相信大家都有会心一笑的感觉啊，哦。好，那我们接下来请那个 Michael 啊，哦，来，我。上麦克风？不要，你叫我衰哥就好。我想，我大概这个应该不用讲，因为前两位都讲完。其实我在这个题目上，其实先讲定业好了哈。我自己大家知道哈，我大概160公分，然后在30几岁的时候头发就没了。我今天之所以戴帽子，是因为最近我经常在路上被人家抓去照相啊，说好像是小号的韩国瑜哈，所以我现在就比较要谦卑一点。那其实我自己在人生的历练上，其实没错，我做过老师，学校老师，我从物理系毕业以后就去做老师，去做这个国中的代课老师，所以我曾经我们公司也有曾经有被我教过的学生在我们公司上班。那后来因为一年的代课结束以后呢，我就去补习班，当时有一个很有名的叫仁爱补习班做老师。但是补习班你知道有课才去上，没课就在家里，我妈妈就非常不以为然，她觉得那不是工作，所以后来就逼我要去读书，再去读书，那就读资讯。所以去读了资讯以后回来，那就在宏基上班。那大概知道我在宏基上班没多久，就跟这个梁秀忠去开敦洋啊。那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因为我一直想要，就像等一下大家也会讲到说，工作到底为什么？那我自己觉得说，我工作其实是为了。第一个当然就是马斯洛的原理嘛，就是为了求温饱、求生存、求安全嘛。但是马斯洛最后一层是要
求自我的实现或自我的表现。但是我们刚开始做工，去工作，就像刚刚这个师父讲的哈，和尚讲的说，其实我们刚开始做一个员工，我们大概也不晓得什么是事业，大概就是知道说我们就是工作嘛。所以我们当时在工作的时候，其实我们后来是因为宏基跟 San Michael 处得很不好，那个就是老板跟原厂处得很不好，以后 San Michael 就把它断绝掉。断绝掉以后，我们大家都不晓得要干嘛，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那一组就编成就是完全去 support San Michael 的。所以我跟这个梁修忠后来讲，就说哎，那 San Michael 来找我们啊，说好，那我们就出来开公司。但是开了四年，我很努力的把这个公司这样撑啊，开了四年应该还不错。但是这四年里面，我每天几乎都是两三点才到家，晚上啊，因为你也知道，大家那时候都很喜欢喝酒。那其实我也做了一些挣扎。啊，在这时候正好金门资讯，就是志邦科技有一个子公司叫金门资讯，找我去当金门资讯的总经理。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哎，马斯洛的最后面最高阶的这个，好像我有被激励到，就是说，哎，人家有认可我，所以我就去了金门资讯。但是没想到半年后，我想要代理思科，因为这个董事，金门资讯的董事几乎都是这个志邦的副总级的，他们就很反对，因为谁看他们有代工谁看，所以他们反对，那就大家就不和，然后在董事会里面吵起来以后，我就说好，那我就为政策负责，我就走啊。所以只要讲到就是说，人生挫败的课题，我觉得这两件事情让我觉得蛮挫败的，一个是我自己创造的公司，但是这个文化就不对了。那一个是我自己想要去创造出我自己的认知，那我自己觉得这样是走这条路是对的，但是董事会不同意。这让我觉得，本来其实我那时候真的蛮庆幸说我想要做一个专业经理人，但是后来发觉说，哎，在台湾好像专业经理人有时候真的会受制于董事会的这些制肘哈，所以我有时候那时候也觉得说蛮泄气的。那后来就跟蜀和跟施建成，我们总共十个人就出来开公司。那其实开公司那时候也没有想到什么，只是说想要求的一个温饱，要再从马斯洛的最基本做起哈。但是也是被打压了，被打压了以后。被竞争对手就蹲羊就打压了哈。那被竞争对手打压以后，我们就后来想，哎，那我们的定位，所以等一下也会就是说可能会谈到定位。那定位到底我们要怎么定位？我们还是要做 SI 吗？我们只要做 SI， 永远没有办法出头天，因为那时候我们十个人还是在新竹开公司的哈，因为我们当时的住家都在新竹，所以那时候也因为这样子的定位以后。我们后来就决定去找思科说，那我们去做代理商，所以我们才后来从我们本来想要做 SI 的跳去做代理商。但是那时候也很大胆，因为我们是一家新公司，然后资本额是1200多万吧。那思科的总经理拒绝了我四次，第五次才被我说服，然后说好，那我们思科现在从以前都是卖 router 的，那现在开始要卖 switch， 那你们都有 switch 的 switch 的经验，那你们就帮我卖 switch。我说可以，但是他第一张单子要我们吃货$100万，所以那时候其实回来跟苏俄跟施建成讨论说，我们有没有那个钱？那时候是没有认识 Frank， 不然到 Frank 这边来，铁定没问题的。所以讲到我刚刚为什么讲说我160公分，然后这个30几岁就头发就没了哈。其实不瞒你说，在我的心目中，我觉得说，哎，我怎么会这么衰哈？我哪家衰哈？为什么人家长得这么帅，然后长这么高，那我们就是没有？
啊，但是后来想想，我跟几个这个据说现在的同事，我们组成了一个哈比人族，也不错。啊、哦，哈比人，我是国王嘛哈、哦，那个淑芬是公主。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虽然你的这个，不管是基因也好，你的原来的原貌也好是这样，但是真的就是自己，刚刚前两位也有提到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努力，你是怎么想的？好不好？我就先谈到这里啊，谢谢，谢谢，好，谢谢，好。非常谢谢衰哥，非常真诚的分享啊。那我们底下还有更多的问题要让三位好好的发挥一下啊。刚刚衰哥一直提到马斯洛啊，他也是我一个非常敬仰的心理学家。那工作究竟只是让我们满足基本的生理需求，就是要温饱之外呢？他是满足了我们什么？就是最高的金字塔的顶端呢，幸福的极致呢，就是工作是我们自我实现的场域啊、哦。那可是呢，很不幸的呢，我们在这个场域里头呢，就觉得我们好像发生在那个这个《甄嬛传》的戏剧现场一样啊、哦。那就是工作究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它是什么？它代表了什么？为什么我们都要去工作？我们回到最本质上啊、哦，就是说。工作对你来讲，工作代表什么？你认为人为什么要工作？然后工作在这个为了生存或是什么，你都可以先思考一下。然后在现代的环境啊，那就佛法的观点来讲的话，因为在佛法产生的时代呢，人好像不需要那么长时间工作啊。那就是说，究竟这个佛法能够带给我们现在在职场上工作的疲惫的烦恼的我们呢，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子的一个注意啊？就是说，让我们更能够在职场上如鱼得水、岁月静好，或者是尽情的发挥啊。那我们现在就有请老和尚来跟我们谈一下。大家好。我们在谈到这个主题啊，我是想这样子，我从人性的立场来看，我们看所有的动物是怎么吃东西的，我们大概可以看到啊，所有的动物啊都是鼻子连着嘴巴，直接就拿嘴巴吃东西。以人类为代表的，大概除了猴子以外，没有别的动物会伸手拿东西来吃。这个直接用嘴巴吃的跟伸手拿东西到嘴巴来吃的这个距离的差异啊，就演变出只有人类有文化，其他动物是没有文化的。这个用手去拿东西来吃啊，它演变出饮食文化，因为用手可以拿东西，就跟直接用鼻子闻的、用嘴巴直接咬着吃不同。这个第一个差异就是，因为你会用手，所以你吃的水果会扒皮。还有其他动物会扒皮吗？它直接都是嘴巴啃啦，壳掉了，壳掉的同时啊，壳里面的种子仁呐、啊，就通通跟着撒出去了。那人就是因为有这个精致化，他扒皮吃的这个过程啊，是动物大脑的一大进步，一大进步。现在我们吃东西扒橘子皮、扒香蕉皮是很正常的。你看过几个动物会扒香蕉皮的？大概没啦，猴子啊，猩猩啊，猩猩大概也不会扒皮啊，猴子可能会吧，其他大概没啦。那这个扒皮的动作啊，就是你为什么要工作的原因啦、啊、当然这个讲起来是从经济学来讲，那叫迂回理论，就人类有大脑能够迂回，
我相信现在很多人，你工作是为了吃饭吗？我敢肯定啊，目前啊，有95%的人不知道他工作干嘛，不是吃饭，他是要赚钱。为了赚钱，所以社会才有种种不幸的事情发生。人为什么要工作？为了赚钱还是为了吃饭？问题就在这里啊，赚钱以后可以满足你各种不同的欲望，那这个欲望一展开啊，就是人类的灾难。欲望啊，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你欲望越多啊，你就要赚越多的钱。其实你赚了很多钱，不见得你满足你的欲望，可能啊，衣服好多，鞋子好多，包包好多，啊，要吃的也好多，最后都变垃圾。啊，冰箱是我们创造食物垃圾的最大根源，就是因为它可以冰你想要吃的，结果吃不完就变垃圾了。啊，像这一类的状况啊，就是我们现在的命题是说，人为什么要工作？不是。这干嘛你要做那么多？讲起来有点违反我们当今的人性。两位老总在这里啊，我应该距离远一点啊。大家要认真工作，要创造业绩，然后呢获得高额的奖金，这是当今的社会命题，是一种方向的命题啊。就造成了你有一种苦闷，为什么要这样工作？有一次我在矽谷啊，有一个我们说不定就在做也不一定哦，他请我去讲经，他告诉我他得到一笔奖金$100,000，那有一个创作，因为 IT 里面的一个什么节点他突破了。过了2年他说请我去，他说他想要再创造一次。我说不必吧，$100,000够你用了哦，那个每个月还有薪水，那家里呢也又是富二代哦，然后他生个女儿啊，那个他爷爷每个月给他$20,000的生活费。我说你这样够了吧哦。他说他还要再创造，那我说你就留给别人创造吧。他人生要这样才有意义啊。我说你那么多钱，只要不用的话，是都变遗产哦。你在创造遗产叫做什么意义啊？一个礼拜我要走了，他说，人生是应该这样。我说你去教人家创造这个成绩啊，那个成就的满足感会更大。你已经有那个能力了，那就好了，就教别人也去具备那个能力嘛，何必你一定要再创造成绩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啊，你的工作到最后为什么会那么无奈的讲说为什么要工作？这个假如是遇到那一些不会工作的人啊，满街的游民来问这个问题啊，那他没饭吃，说为什么要工作才有饭吃？那还可以，因为他不愿当动物嘛，哦，那么想要当人，这有可能。今天我们有良好的工作，而你产生这种逼迫感跟无奈感，人为什么一定要工作？尤其是早上爬起来，两只手撑在床上枕头上，为什么一定要起床？啊？就同一个命题嘛，那我窝在里面就很好，尤其这种天气，啊，天这么冷，哦，啊，多一窝一下不是很好吗？那多窝一下，老板就不高兴了哈，打卡会迟到了。这个时候你就产生这种情况，明明就是幸福，啊，我就不能享受幸福，啊，为什么要工作？为什么一定要工作呢？这东西我想。你有良知，
有人性的人都会思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是产生一个基本观念，你是在生产享受，还在生产储蓄的这个问题上。所有的动物不是没有生产力，它们生产即时销售，即时消费啊，它生产了以后马上就享受了，所以它找到食物它不会储存，它一定马上干掉啊，吃饱了躺下来，好，我看我们庙门口那几只啊，睡到四脚朝天啊，啊，太阳一晒啊，还要流口水啊，多幸福啊！我们想着在阳光这种冬日的阳光底下睡个午觉，晒个在树下晒个太阳，多美啊！你做不到啊，那狗就做得到啊。它生产完享受完，它在晒太阳也是生产啊。你可能晒太阳什么生产？想想看，我们赶快努力。过年放假九天，到三亚、到迈阿密去，你不是去那边晒太阳吗？你在家里当狗，你不愿意；你到迈阿密去当狗就愿意，对不对？这是为什么？你的生产是储蓄，储蓄以后啊，把它花在机票上，花在饭店上。花到海边上，然后才能晒太阳。晒完以后啊，回来再擦防晒油美白。跟你讲，有智慧的人啊，家里后院的树下晒太阳就够了。为什么一定要到年假才到远方去晒太阳啊？你说不是，我们去度假，我们每天都可以度假。因为什么？我们的观念错误，我们在生产储蓄，你生产的都在储蓄，那个幸福的享受啊，是一次爆发。一个有智慧的人，他的生产是要享受的，每天都可以享受。你看，不是一定要搞到礼拜六、礼拜天才可以享受。啊，其他时间你就饿着。太阳只有礼拜天才出来，是吗？是啊，现在就是这样啊。我们看到太阳多奢侈啊，然后都把它储蓄起来，到礼拜天再晒太阳。晒得到吗？未必，因为绝大部分都在塞车，不是晒车。所以你晒不到太阳，那到最后就只好趁早买机票，比较便宜，再飞到迈阿密。这个就是问题，就真正为什么要工作，是我们自己对人生没有真正的认识。要有认识的话，你不要拉窗帘，拉开，面向东边，早上起来你就可以多享受一下。可是我们不享受夕阳，我们享受的是夜晚的灯红酒绿。你反过来，你就自己抱怨自己为什么要工作？我们真的很多地方都浪费，是因为我们浪费太多，所以才会觉得为什么要工作？实在是因为在浪费的当下，我们内心太空虚了。内心太空虚了，你才会有这种无奈的呐喊。为什么要工作？来自于我们内心的空虚。如何能够把这部分给填补？不是你用大脑能找的，你一定要用内心去感受，然后从基本观念上去转化。那如何寻找？把这个空虚给填满，那很多名词，有人在找我是谁，到底有没有上帝？人生的价值是什么？我要死到哪里去？
生命的真相是什么？我想这些看起来都好像很玄，但它确实是你的根本问题。假如各位愿意寻找这部分呢，我想所有的灵性大师啊，他们的大门都是开放的，欢迎各位登门造访。好，对啊。其实我刚刚听和尚说，我其实蛮感动的哦，因为特别是他讲到晒太阳那一段啊，我还记得我在当实习医生的时候 run 到那个外科系哦，我有3个月哦没有见过太阳，6点钟就进病房查房，然后进开刀房，然后晚上10点出来吃宵夜，所以我有整整3个月没有晒过太阳啊，没有也没看过太阳啊。那其实就是说工作是一个还蛮复杂的问题，就我刚刚回到马斯洛的那个心理的那个需求，就是动机哦。那我们第一个是满足温饱，第二个是安全感的追求，第三个是归属感，第4个是同侪的认定跟尊重，第5个才是自我实现嘛，就是说一层一层一层的上去。那我觉得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好像这5个我们这动机都有，所以我们将他需要，我们也要喂饱自己，喂饱妻儿，然后我们也希望，对，我们在享受储蓄啊。虽然有一天我们在这个享受遗产也不一定啊，就享受不到了啊。就是我们往往把这个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嘛啊，就一定要银行户头一定要有一些钱这样子啊。然后归属感，我们归属家庭，归属公司啊，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天性。然后我们希望获得同侪的肯定跟尊重啊，这也是一个人的天性。然后最后是自我实现。那当然能够在工作中自我实现的人其实也不多了啊，这是一个努力的目标这样子。那可是我就刚刚在听老和尚说的时候，就开始觉得，哎，两位是不是开始有一点点内心的那种冲突矛盾出现了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工作？我可以早上赖床吗？我可以享受一点赖床的幸福吗？哦，那我在看病也是，很多病人都说，哎，那个对不起，我下次不能来，因为我们看病请假不容易。我就说，你们那个老板是什么老板啊？这样子哦，这不让你来看请假来看病这样子哦。那接下来我就要请教 Frank， 就是工作对你的意义是什么？人在工作当中可以寻求到什么？这样。谢谢和尚，我先回应一下刚和尚的一些智慧的话哈，就是说，享受当下，活在当下嘛。那我马上有一个感悟，就是待会打电话给我太太，马上把机票 cancel 掉。这完全太浪费了哈，继续工作哈，继续工作。我想幽默这个智慧言谈中，我学习到了哈，谢谢。那么刚刚虽哥用自嘲式的领导，这也是非常棒的一种心境了哈。就是人呢，不再身高有多高，而是他完全很享受的跟大家分享。你说你是这个哈比族是吧？啊，这都不重要。那我想这个题目很深哈，不过我觉得我是一个确实是工作狂哈，但是我也确实每天在休息，每天在 refresh， 就是说确实我们不能够等到一个时间排个年假，然后再去跟他挤那个门票，演唱会也好，或是各个旅游区，其实这个真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动能继续工作，或是要？其实我自己的感觉是说，以前我盖员工的这个新训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句话：请问，你有梦想跟热情吗？你有没有找到你的梦想跟热情？哦，那你每天早上是被你的热情叫醒的，还是被闹钟叫醒的？他们回答是手机，所以我就被打败了。啊，这个就是问题所在啊，观念又不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随时要重新定义工作的价值。当然，定义工作的价值很多，我的价值是什么？我有很多阶段，可是在我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希望赋予工作的意义。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要找到成就感，不是为了工作。你的成就感可能来自，比如说我现在成就感是希望为台湾的软体奋斗，我希望帮台湾培养世界级的软体人才，这就是我的使命，这是我最高最高使命，所以我会做很多公益啦、这个教育啦这些事情，我会乐此不疲，就是只要有人找我，我就一定去，这个六日我都去帮去培养人才，那我要创办 AI School 这些。培养1000个人，那我们出钱，我们自己出钱，找50个老师，产官学研，然后我们用产业的 use case 去做，好让这些学生离开学校，马上可以进入一个快乐的情境，而不是被老板说你什么都不懂，那这是再次的霸凌哈，这也不好。那另外有一个，我有得到一个，这个我有一个很好的好朋友。他年纪大概大我一轮哈，那他是个长官，我跟他学很多哈，过去几年，那他跟我讲，他最后离开职场的10年，是跟王永庆在一起，就每天几乎见王永庆10分钟，啊，因为他帮王永庆管整个医院哈，那他就跟我讲说，其实王永庆走的时候。家族请他出一本合集，就是他的管理学什么学，最后大家在争这个名字要用什么名字，哦，就是一个什么什么一个什么企业管理企业家的管理的什么贡献啊，讲得很伟大，他最后就改了2个字，改1个字而已，他说你可不可以把贡献改成奉献，你就会比较快乐，就说其实。他把这个创造价值的这个重新定义了，然后用一个字就是，你把心境改成奉献。我觉得工作，如果你是用奉献的角度，就是说帮助这个社会、跟这个团队、跟这个员工有更多的因为每一个阶段不一样。我昨天跟 HR 主管玉人有没有得罪？没有哈。我跟他聊说，其实我们台湾年轻人很辛苦。10年在台北蝸居，我问过，因为本来是要投资一家轻盈共居的一个年轻人哈，就是他把80-90岁老年人跟年轻人一起住，啊，那一起打麻将，然后把厨房打掉改成 Starbucks， 然后这个反正他们是这样做哈，很快乐，所以我觉得找到一个贡献的点。不如去找到一个奉献的力量，这个是让我觉得有一点力量的地方了哈。那刚刚和尚讲那个太阳哈，我就找出一首诗出来哈，就是《前赤壁赋》里面的，他有讲到说，山间之明月，而得之为声，沐浴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长也。就是说，事实上，在大自然里面，到处是丰富的资源。我坐在这边很享受。我刚刚听和尚讲，我都快睡着，因为什么？因为太享受了。我觉得，哦，我已经快忘了我要讲什么了。果然啊，有一个这个高度啊，可以感受到。好，那我们请帅哥。其实刚刚听到 Frank 这样讲，我真的觉得刚刚这个陈医师讲的高度真的不一样。其实真的哈，就是我刚刚跟几个精诚的这个同事刚碰到，稍微聊了一下，也是。我觉得精神跟这个巨硕不大一样哈，那个是精神其实因为在台湾的规模够大了，那真的他们影响力很大，所以你看我们也渐渐被他影响了，对不对？那精神
其实 Frank 的使命真的是比我远大多了，但是他真的要 我真的希望他做，他真的为我们台湾好。那至于我们，我就我的个人来讲啦，我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其实我一直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自己，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工作。前几天不是有一个超跑的医生，开超跑的医生被撞了嘛，那不是被还没开始他就被骂，对不对？那他最后也讲说他也是白手起家嘛。其实我在想说我也是白手起家，那我为什么要工作。刚刚上个题目我有讲，我是说其实一开始我们就是要求的温饱，但是当我在做巨硕的时候，其实回应刚刚 Frank 讲了，我真的是蛮高兴的，也就是说我真的是为了每天为了我想要工作我的热情而起床的，而不是手机，不是闹钟。我就经常跟我们的同仁讲，我就说做事真的，尤其在工作上面，真的将心比心。那有很多人真的是为了工作，为了求温饱，但是有很多人并不是。尤其是渐渐你对于你的工作了解的时候，假如说刚刚像和尚讲说，你起来，你每天撑在那边说，哦，我到底要不要起来？我要不要去工作？那表示你对那个工作是没有热情的，你是不喜欢的。那我劝你真的赶快换个工作，换个你喜欢的。其实我不瞒你说，我妈妈曾经问过我好几次，当我儿子在找工作的时候说，哎，奇怪，为什么你儿子在找工作不让他到你公司去就好。我说他不是这个料，他也不喜欢。我儿子是画画的，他现在很高兴，虽然薪水一个月40000，他很高兴。当然了，我额外会加给他了，好的。但是其实，我觉得高兴就好，而且他乐在工作，他真的很 enjoy 他的工作，而且他自己现在在 YouTube 上还有他的这个那个叫什么我不晓得，反正他有10000多人的这个粉丝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其实他不必到我们公司来做事，他只要高高兴兴就好。一样的道理，我们公司的同仁，我也希望说，你是乐在这个工作的。为什么？刚刚神父啊，对，刚刚师父在讲，对不起，我是从小天主教的。刚刚师父和尚在讲，他说赚钱。其实我刚刚听到师父这样讲，我觉得我还是要讲，我还是要赚钱。为什么？其实我不喜欢，我一直跟我太太或跟我儿子讲，我不喜欢说我想要新。其实我蛮市侩的，我蛮喜欢逛街的。那我可能有些人知道我现在手表算起来，我有50几颗手表。你是货，这是货。但是我买表，其实我是投资，因为我买不是随便的表，我都是买未来有增值性的表。大家也知道，我有买朱明的这个铜雕，那也是。我想说，我一方面我喜欢它，我欣赏它，但是将来还是有价值的。我很少花钱，除了车子，我很少花钱买那种将来是没有价值的。那你说我要赚钱，我就是要赚钱，就是我想要买什么东西，我不必说，哎，我买得起，或者我你知道吗？我不喜欢那种感觉，这第一点。第二点，你说我将来的好，我的财产好，会不会变成遗产？Maybe 会，那有一些部分给我儿子，但是有一部分我觉得，就像现在师父这边，或者是我在这个光仁的这个神父这边需要我帮忙，也就是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台湾或全世界也好，做那种所谓的慈善事业很辛苦，就是说因为
没钱真的是你没有办法做什么事，那你需要去募款，那募款这个东西就很辛苦，要看人家脸色，有时候真的是，当然现在越来越善心人士越来越多，但是假如有些人是不够那么善心的，你正好碰到他的话，你怎么看他脸色，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要的是说，有些东西我努力在我有生之年，我有能力之年，我好好赚钱，一方面为我自己，没错，哦，人为自己嘛，哈，一方面为我自己的消费或我自己的习惯，但是二方面我将来这方面是我可以捐出去的，我可以帮助更多人。所以我还是劝大家，就是说，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是要赚钱的，但是当然，君子爱钱，取之有道嘛，对不对？看你就是你怎么取这个钱，然后让自己过得舒舒服服。就像刚刚这个师父也讲，有些人就需要去出国。我想在我们公司的同仁大家知道，我很少出国。为什么？我就像师父讲的，我就把我家里弄得舒舒服服的。我觉得我天天在家里就像在饭店一样。我的想法是这样子。当然，这个观念跟我太太不一样。我太太是她一直说她是射手座的，她喜欢游山玩水，那她就去吧。所以她经常出国，我很少。所以有时候他也会怨说：“哎，你都没有跟我出国。”我说：“那是你喜欢的，我喜欢工作，对不对？”所以很多人，我太太曾经问我说：“哎，你到底把我们家当什么？”我说：“当一个部门。”吃饭的时候，假如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跟他开开会，问问我儿子在做什么哈。然后问我太太需要什么，我来 support 她。我的想法是这样，就是我一直觉得，就是说，经常有听人家讲说，钱不是万能，但是没有钱万万不能。其实有时候真的是这样。我经常接触我们的神父，他们是比利时神父。当我初一初二的时候，他们就是年轻的神父，就到我们台湾来贡献，来服务。来奉献，但是现在他们已经七八十岁了，还在台湾，因为他们在台湾已经这么多年，三四十年了，在他们原来的国家里面，其实朋友很少了，其实亲戚朋友也越来越不认识了，所以其实他是把整个他的人生是奉献在台湾的，那他现在他需要帮忙，所以有时候我为了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我假如没钱的话，我怎么去帮他忙？我也没有那个高度去传道或去帮他传教，我唯一做的是我在行的，就是好好把我们公司、把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做好，赚钱了以后看能不能帮他忙。所以回到题目来，就是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其实就是你自己想清楚，这个工作适不适合你，这个工作对你是不是觉得很有所谓的这个成就感。这很重要，好，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衰哥这么深刻又真诚的分享哦。那对，我也建议衰哥，我现在正在开我的展览哦，来看一下啊。我有做一些艺术品啊哈。阿郎。人家都说哈，买医生的艺术品哈，绝对值得，因为医生都很快就死了，都活得很短哈，马上就死了就增值了哦。对啊，其实朱明到现在都还在。对，这个衰哥非常的这个觉得，哎，投资怎么看走眼呢、啊？这个来看看我的那个，那我的确是这样子感受啊哈，就因为我就是。以前我也写歌嘛，那很多人就说，哎，我这个来找我说，哎，那我很想走这个唱歌这条路，可是听说很辛苦啊，怎么样？那我不晓得我实在适不适合走这条路。那我说，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
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就表示你不适合啊，因为你适合的这件事情，你都是义无反顾的啊。那你无论是从那个茶水小弟做起嘛，你都愿意，因为你那是你知道你要做的事情啊。那可是我们今天现在我们都在职场上哈，那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眼科医生？我就直接回答说，因为我父亲啊，因为我父亲就是眼科医生啊，他就是希望我回去接他的诊所这样子啊。虽然计划赶不上变化，虽然这个事情并没有如他所愿啊，可是我会觉得这个虽然你有很多的想法跟梦想，但是在现实上我们都在一个体制内，我们都在一个体制，那我们如何在一个职场，在公司，在一个像我是在一个医院扮演好我们一个角色，就刚刚和尚一开头说的分，安分守分。那在场有两位这个高阶主管，也就是说也可以来谈一下你们的心目中一个好的一个 worker 啊，就在职场上，他应该有没有一个具备的条件，或者说他有什么样的特质，或者说他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才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先请和尚，因为我和尚顺便广告一下，和尚出了一本新书，叫做《佛系职场智慧力》，里面有提到一个我读过但是不太懂的，我想趁这个机会来请教和尚，就是说有一个微观的训练方法，就是二的 n 次方的那个是不是也可以请和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想这其中有很深的智慧。这个主持人呢、那个手法很高明啊，要引出一个主题啊，到最后才讲出来。我这个一转弯呢，是找不到啊。我们刚才提到二的 n 次方，二就是基本数嘛，先用二分法。那么刚才提到啊，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本分，然后你守本分，守本分通常都会被解释成消极、保守，这种定义啊，好像没错。好像没错，其实是大错。就好像人家讲啊，佛教都讲涅槃啊，涅槃是什么？极灭，极灭什么？极灭大概像月球的表面啊，很荒凉。那假如人生追求的目标是那种境界，我看也就算了，对不对？那根本你就认识错误嘛，守本分呐、它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完全投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才有所谓的忠。你对公司忠不忠，是你守不守本分。你在你的工作岗位上要充分的把它发挥出来，你才能够谈出你是要贡献还是要奉献。假如你只是守在那个地方，那等于私参其位，这个不叫守本分。所以我们在讲的是一个基本的认知，生命的本质啊是向上的，它是向阳的。假如你的生命的本质啊是向阴的、向下的，我看这种生命是有病啊，它不正常的。那么你从这个地方来看，先把它划分啊，比如刚才讲的当老板还是当员工？我当员工啊，我积极的去奋发，把我的本分事做好，那你的能力会展开。展开以后，你会 cover 到别的另外一个领域。当你一展开的时候，你必然会提升。这一个你会投入，会去穷尽你的工作。它已经涵盖了所有的培训当中所讲的积极面啊，你要正视，要培养兴趣，要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本质啊，生命的本质是向上，向阳，那你就能够产生你的兴趣。在展开的同时，你人生的途径啊，会因为周遭的因缘，它会有转化，它会有转化。那转化一定适合你的兴趣，那叫做人性、自然性。它会一直一直变化，那变化是美丽的，它是自然的，不会刻意的。你只要刻意去做追求，那你一定会有苦闷，会有所谓求不到，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的状况。那我只是尽力去做，去扩大，去周围的能做的我做，不能做你就不会往那边去发展嘛。那这个时候，当你的才华展现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看得到。哎，既然你这里有能力，这个就交给你；那里有能力，这个也交给你。很自然的，你的晋升，你的什么就产生了。那个兴趣也好，那种积极奋发的情操也好，它就会展现出来。这个从是，刚才讲说，从人性的立场来看，你不要一直以功利的目标来看，功利目标必然会有的。啊，你也想赚钱，你也想赚的钱以后要做什么，这谁不想啊？那问题是你在奋斗的过程里啊，我们奋斗的过程有一个公式。努力加 IQ 不一定成功。努力，你很努力，你的 IQ 也够，不一定成功。他还要加上福报，你没有福报，你就不成功。那福报这种东西太玄了，它是一种人性、自然性的东西。你的人性，你的用常用的话讲，你的先天性条件不够的话，那就不行了。那什么叫先天性条件？那是可以培养的。不过处事有一个程序，你有没有那个程序？当一个人处事没有程序的时候，他人生多灾多难，他的奋斗会白奋斗。因为你做事是无厘头的。那我们发现处事要有程序，家教非常重要。你从小没家教，到了学校，第一个挫折你就产生了，老师要教你也不听啊，因为你没有程序嘛，人家一讲你就开始抵触，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好了，你从小就培养这样子一再的挫折跟失败，你出了社会适应性会良好吗？所以我们说家教很重要。再来就是处理困难的能力嘛，你没有处理问题的能力，那你一定找理由闪掉了。那这样的人，你想说要求他在职场上如何投入，如何去尽心尽力，都做不到，都做不到。所以这都是为人处事的基本条件。当这些基本条件具备以后，那我们就可以想说你要怎么发挥，怎么发展。社会上的定义是这样，在这个基本水平上，大家来看你的能力跟表现。所以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分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社会标准。可是在人性标准没有，他不是这样，他6岁到80岁都可以上课，上同一种课。那你说啊，这样怎么上？在现代的教育情况之下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分阶级才能筛选。可是在人整个社会上来讲，它的本身不是这样筛选的，你如何胜出嘛？而它的关键就在于你的基本条件而已，为人处事就这个走线而已。你说这个走线很简单的，就一直用二分法，你的精密度一直提升，
而整个社会的结构，包括我们所有的企业组织，我在看的都是这个样子。多少人在写企业报表、组织报表、晋升方法，其实就是奥分法嘛。奥分以后你再开一个平方看看，对不对？你再加再往前进看看，各位想想看，你的工作是不是这样？你在做的时候，你再精密一点，你再精密一点，你能够再精密，你就再进步。你再进步，你的职务也会上升，因为你会一直开创出来。当你不能精密，你就没办法，你就停在那个地方。那停在那个地方，刚开始你会觉得很安定，这样不错，很幸福。可过一段时间，你就开始腐败了。这样人生没意义啊，就只有这样吗？哦，一个久久找不到工作的人，突然间去上班，朝九晚五很好，啊，搞个两三年以后，啊，每天都要这样吗？这是人性的不稳定性嘛。这个不稳定性是就负面效果来看，可是这个不稳定性，假如从正面效果来看的话，它就一再的上升、提升、超越，就一直往这边走啊。那你的人生训练基本盘面，家庭教育你是教你往正面发展还是往负面发展，都最基础的基数那个二，一次方、二次方、三次方、四次方，你越往上你就越超越。而这个部分要如何来做超越呢？是我们各位在职训练所要接受的。是我认识到我现在三次方，我要接受这个训练以后能不能变成四次方，再来能不能变成五次方。至于这部分如何去拿捏是个人的事情，你个人没有那个把三次方变成五次方变成八次方的能力，那你就别想了，麻雀要变凤凰。你想要能变成凤凰，我不怕我出生少，因为我能够把我的二的 n 次方的 n 无限放大，那不依倾向，将相宁有种乎 ？OK， 好，谢谢。我相信在座一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听得一头雾水那。没关系，还有书可以看啊。那我知道大家都很会看书啊。那哎，我刚稍微谈一下，我刚刚听老和尚这样有点深入的智慧的谈话。第一个当然就是在座我们都是有福报的啊，就是今天大家能够坐在这边，我们可以坐在这边，其实是一定都是有一定的福报啊，才能听到这样的佛法。那第二个就是家庭教育很重要，就是说，可是家庭教育其实就是生命教育的一部分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从小就是分数主义嘛，哦，那生命教育这一块，其实在很多在家庭里、社会、学校、工作场域，其实是相对来讲欠缺的。所以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公益讲座啊，来补足我们生命教育的不足。这样，那第三个就是二的 n 次方啊，那个以前我在教大学教医学人文的时候，一直要灌输同学一个概念，就是每一个灵魂都是独一无二的啊。那是不是在企业里面，我们也是说每一个员工都是独一无二的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或者说每个客户都是独一无二的，就是你要有那个细腻的心思去不断的去二分，那。好，师父有在书里面说过，你分的越细越高，你就越成功，因为你都可以把每一个人都当作一个宇宙间独一无二的个体来对待的时候，你就成功了，因为你可以知道如何去应对每一个人、每一个员工、每个客户、每个状况，大概是这样。那如果不对的话，大家来骂我好了。好，那接下来有两位有充分的实战经验的高阶主管来跟我们来谈怎么样是一个好的员工好了啊，就是说你在你的职场，在我知道管理是件很大的学问，然后刚刚老和尚又说
一个人能不能成功，其实从家庭教育就看得出来了。那你们在选择员工的时候会观察到这么细密吗？或者是说怎么样？我想这个我们这不能只谈理论嘛，我们有一点实战经验来分享。谢谢。学习很多啊，刚刚和尚讲那个努力加 IQ 不一定能成功，要有福报嘛。我开个玩笑哈，早上我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大家一定猜不到。我家有一只老狗，是15岁了，我早上帮它按摩。我就想说，这一只真是有福报。我把它后腿拉出来，因为后腿没力嘛。按摩，我看它还伸直这样，然后右脚又伸出来，他说：“哎，右脚要举起来。”可是我觉得是个缘分啊，因为它给我们家庭很多快乐，所以真的很多快乐，所以这个跟我们感情等于是家人的感觉哈。那刚刚我听到陈医师很有智慧，你在哪边开画展？我可以说吗？可以我们私下我一定要过来，我们合作一下。我最近字也写得不错哈。我们一起请衰哥去一下好不好？我们叫做捆绑销售哈，这个就是要有这种哈融合嘛。我已经间接回答一些问题的，其实我用两个三心二意，我觉得不管你在什么职位，三心我是同理心、包容心跟仁爱心，就是你我二意就是你要有善意跟敬意，就你对人要有善意，虽然您知道他讲的是，你还是要面带微笑。那敬意就是说你绝对不能不尊敬别人。因为我觉得，我举个例子，在我们公司每次有要离职的员工，我一定跟 HR 跟同事讲，你一定要善待，啊，而且你不要，他不在我们公司没有关系啊，但是他离开一定要说公司的好话，然后一定将来可以升为同伙伴关系，但过去我们一直没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们尽量去做这个事情。是三心二意，同理心、包容心跟仁慈的心、啊、那善意跟敬意，我觉得只要有这五个，你做任何事情都比较容易成功。那我讲一个故事，其实我只是突然间想到了哈，他的名字他在2014年当 Microsoft 的执行长，他的名字很有趣哈，可能和尚听了就知道，他叫 Satya。那德拉 ，Satya 就是地，就是真地的梵语梵文，啊 ，Satya 是梵文，就是真地的地字哈。那微软的总裁的名字就是 Satya， 为什么？因为妈妈就是教梵文的，就微软的总裁妈妈在印度就教这个，所以取他的名字就是用这个。那这个人很特别，为什么可以把微软重新？从市值大概2-3千亿重新带到1兆美金的世界最大市值的公司，其实4年前我就看出来了，但是就没有买他股票。真的，我跟很多人讲，这个现在不要再讲哈，这个摄影机在那边哈。好，我讲他厉害的地方。你想想看，这个人天之骄子，他爸爸类似印度的行政院长。类似印度的行政院长，到微软22岁的时候加，是1992年到微软，之前在散，然后加入微软在，就是要这个 SQL， 就是那个要打败散的那个工作交给他了，跟衰哥应该很清楚，所以他这个工作不容易，然后呢，他成功了，越做越好，29岁，还几岁就结婚生子。升职之后，他爸爸就飞过来看，很高兴。结果是一个晴天霹雳，重度脑残，终身不会讲话，就是他就是只能这样，你也不晓得他想什么。
你没办法探索他的心灵。这个微软的总裁那时候被打了这一拳之后，他学会了同理心，因为他在抱怨，他太太就打了他一下，不，当然没有打，只是安慰他一下说，你这时候应该关心你儿子，你怎么还有时间抱怨？所以他回到职场之后，他就非常关心这些同事同仁，这个他的痛苦，甚至他的家庭的困难。所以因为他的同理心，他最后被选为微软的执行长，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微软的人都太自我了，假设哈，假设太高了，太有能力了，彼此是不听彼此的，没有办法有人可以跨界沟通，啊，只有他能够 listen。所以最好的说服别人的方法，其实是用心听的。这个是我不会的，我现在要学的是怎么样闭嘴。我就是一开会，可能从早上九点可以讲话到下午五点，从来没停过，讲到下午两点，还没吃饭，那就想到，啊，反正就是这样哈。啊，最后就是说，我觉得我们公司最近在想要塑造文化，那我觉得如果你，我把我们公司文化的三个阶段跟大家讲一下哈。最底层是尊重、信任、合作，这对底层，尊重、信任、合作，中间这一层是热情跟温暖，热情跟温暖，最上层是勇气。因为我发现台湾的，这一回到职场，我觉得台湾当然要工作，但是最重要的工作应该是让台湾能够走出去。那其实台湾软体，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做世界性的规格跟架构，然后它可以 UIUX 可以变成，台湾人太聪明了，我举例来讲。几乎全世界最好的公司都来台湾设R&D中心，都把我们台湾的人才拿去很便宜的用，其实这个是不好的。我们有一天应该是拿着台湾软体到世界 找外国矽谷人帮我们卖，啊，那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工作的这个志向本身。所以我现在最主要的核心能力，现在跟大家报告了哈，就是做白日梦。就每天在想，因为以后的科技想得到就做得到，所以你做白日梦是核心能力，大家同不同意？哇，非常谢谢 Frank 的分享哦，已经展现出这个职场智慧的另外一个面向啊，哦。那我刚刚听得很有感触，因为刚刚讲了一句话叫做“请听”啊，哦。那这个倾听是一直都是很重要的。我在2006年到美国去上一个给医生上的心灵课程啊，他就说一再强调倾听是最大的力量啊 ，listening is most powerful 啊，就是你一定要能够听到对方在说什么。就跟我在我的诊间里面，我说啊，你眼睛怎么不舒服啊？他说哦啊，我都找过 A 西尊都安娜都安娜。我想说，你就讲现在怎么不舒服就可以了，那你不要再讲你十岁的时候怎么样。可是，我通常不会去打断，我要去听说他从十岁开始眼睛就怎么样不好，一直到现在，然后为什么他今天会踏进你的诊间啊？就跟一个客户会踏进你的办公室。是同样的道理，它一定有非常多的远因跟近因而造成一个果，就是他会来找你，或者说你们会相遇之类的哦。那我觉得那个真正能够倾听的人，才能够知道，才能够知道认识自己，也认识别人，然后才知道成功的契机是发生在哪里哦。所以，就跟我们要解决病人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要听出他真正的。他真正的那种 bother 的，就是他真正什么东西在造成他的困扰，那个困扰把他解决了，他的病就好了啊，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另外一位啊，来，水哥，好，嗯，题目是如何做一个好的工作者啊，哦？那
我也是讲一下我的一些经验啦。那刚刚也听 Frank 在讲，他说这个三心二意，那其实我还是没有像 Frank 这么细腻啊。我经常在公司里面，我想很多同仁都知道，我经常讲的是请公司的同仁将心比心，那其实是属于三心二意里面的只有一点而已。那刚刚他还有一个恶意，就是善意跟敬意，我觉得真的是我刚刚倾听了以后真的真的受益良多。那其实我一直想就是说如何做一个好的工作者。我记得前几年商周的这个创办人吧，这个何飞鹏有曾经写过一个小文章，就是说当时他写的是说好用的人正当红，那篇文章我好像有 copy 给我们几个同仁。也就是说在工作职场里面，就我假如说好，我是一个主管也好，我是一个这个管理者也好，我希望我的同仁是什么样的人，其实就是好用的人。那我们刚刚也讲过，就是说你假如说对这个工作你没有兴趣的话，你没有什么热情的话，那你就赶快换一个工作让你有热情。那当你对于这个世界有热情的时候，我相信你就会很一直想要去做。就像刚刚 Frank 也在讲说他为什么他一个会议他会从头一直讲，就是一直他很有热情，一直想要 deliver 一些什么东西给同仁。那这个东西就是热情。我经常在我当时我还有在 interview 人的时候，我经常跟我 interviewer 讲说，我只 care 你要来我们公司两件事情，一件事是能力，一件是意愿，我只要看你这两件。那比较重要的是意愿，能力我自认为我也有这个能力教你，我们公司也有这个能力教你，所以你假如没这个能力，没有这个 background 没有关系，但是热情意愿最重要。但是后来好几次都失败，为什么？我发觉说我忘了加上时间，因为我没有时间教他。所以能力意愿跟时间，那在工作职场上，我一直希望年轻的人真的自己想清楚你要什么，然后你这个目标，你就人家台湾话叫做心头俩或栽，你就是往这个目标去。你再怎么样，你说哦，这个可能前面堵车或者什么，前面车祸，你要闪过，你要去换一个道路走，但是到最后殊途还是同归到你的目标去。那在这方面就是你要做一个好用的人。所谓的好用的人就是你要有热情，你不要这个不要，那个不要，那个 no。 我记得我曾经有小段时间在 digital 待过 deck 哈，那个里面的官僚气息，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这样。我跟她讲说我想要看一本书，请她拿给我，说哦，这不是我的事情啊，那不是我的事情，我刚开始进去我怎么知道我要找谁的，我那时候我也笨了哈。所以说那时候我等到我十个月，我在地球走十个月，我就离职。我那个总经理一个外国人，一个香港人啊，就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走？你表现不错。我说没有，我看到你们的。他说哦，那个就叫 no no desk 哦。他说我们公司有很多这样子的行政人员。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他换掉？他说我只有在这边几年，我不想得罪人。我就说好，那我更要走啊。所以其实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不管在座各位啊，不管你是不是一个小主管或者是一个主管，其实真的我们每个人做主管都希望我们同 team 的同仁就是好用的人。那好用的人就是你愿意做，你愿意多做一点，即使你把事情做完了，你本分的事情做完了，你只要能多做一点。这个就是我在宏基曾经有个老板还不错，他从 HP 过来，他就跟我讲说，你只要把你的这个身体这样鼓得胀胀的，所有的机会
落下来的机会都是你的。你假如说 no no no， 你把自己缩得小小的，你任何机会在倾盆大雨，可能你都在雨缝里面都打不到你。哦，所以一样的道理，就是说我们在刚刚讲的马斯洛的这些层次里面，到最后真的就是要实现自己。那要实现自己的话，你在这中间的过程里面，你要怎么样去让人家觉得你好用，让人家觉得你这个人是可以提拔、可以栽培的。那这个当然也牵涉到这个师父在这个书里面也有写到，就是应对进退。我经常跟大家讲说，应对进退相当重要。哦，其实刚刚讲那个 Frank 讲到贵人，那就是这个福分啊。那我把它讲成贵人，其实。我真的自认为我自己不是骄傲，我真的认为我是郭淑娥的贵人。我经常跟郭淑娥讲，我说以你这个个性，以你这个直话直说的个性，你到其他的老板去，你大概三个月就被人家 fire 掉了。但是我有包容心。但是话说回来，其实他也给我很多的这个课，因为他真的很热心，那他对于这个员工的这个福利也好，或者是不管我给员工的福利，大概就是大家看得到的这种福利哈，这个表面上福利，他给的福利就是引进这个师父的这个心灵的福利哈，其实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很多东西真的就是在职场上，你如何去发挥你的好用。渐渐发挥你的影响力，那这中间跟你的应对进退相当有关系。那最后我也想说，刚刚 Frank 讲说，员工离职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错。我每次员工离职的时候，我都附带一句话：哎，好啦，你再去外面比较一下，要回来再回来。我都讲这句话。所以我们有很多员工后来还是外面。找不到好工作又回来了哈，我们还是收嘛哈。哦，那像一样，你们的这个 Jacky 詹一正哈，你要回来再回来，但他就不回来了。哎，但是现在合作起来很好哈，我没有得罪你了哈。柯金凤也没有吧？好，谢谢。好，感谢。谢谢飞哥这么坦率、深刻、直白的分享。那我觉得很多成功的人士在做类似的分享的时候，都会提到感谢在职场或者说在整个工作的历程当中有贵人相助。那在老和尚这本书里面，佛系职场智慧里面也提到什么叫做贵人啊，什么叫做贵人。那我就要来问一下哦，就其实我其实我刚刚坐在这边听，我也是回想自己，那有时候当很迟钝哦，就是人家真的对你好，帮你，你还不晓得，还傻乎乎的。后来才知道说啊，原来啊，没有人义务要对你好，人家对你好，他就是你的贵人。就是你那个贵人是怎么发生的哦？这个你真的要去求吗？哦，去送红包吗？送礼吗？或者他才会是你的贵人吗？贵人的发生好像第一个，我觉得刚刚薛哥说的很好，就是应对进退啊，就是你基本的教养、家教，然后你知道怎么样为人处事啊，这好像比你在那种能力啊还是什么的表现，好像有时候还更重要。那有的时候就是所谓的福报，就是你曾经你的个人的气质或者是什么。哎，可以让别人觉得你可以信任、可以重用，就是说，好像我们在整个往成功迈进的过程当中，好像往往都需要贵人相助啊。那我想在职场上，你怎么样才能有贵人相助？谁是你的贵人？要不要请和尚跟两位来谈一下？听了两位这成功的。事业人士的这种分享啊，让我们应该感受到非常的庆幸。那这当然就是我们的贵人。一讲贵人啊，我们大概只看到人啊，贵人其实重点不在人，重点在贵。
贵不是很多钱叫贵，贵是你要有一个能力，你有这个能力啊，你就有很多贵人。你这个能力是什么？接受，接受人家好的意见。什么叫好的意见？对你有用的嘛？你什么时候有用？有些是三个等级以后才有用，现在对你来讲，你就只有保存。而有些呢，是你当下有用，那你就必须接受，这个是很重要的。当你不能接纳别人的意见，你几乎就没有贵人。那有很多意见不一定人提出来的，而是那个事件的因缘你能不能掌握住。我们常讲说他抓到好因缘，那就是大贵人。那个因缘不是人，是你有智慧判断这个胎命你要抓起来，那你就是贵人了。贵人不是人，当然人也是其中之一，可是你到底有没有那能力，能不能判断去拥有这些？一般人都把它当作是人来看啊，这个人给我好意见啊，这个人帮我出钱，这个人给我好机会，他给你好机会你抓不到也没用啊。我们常讲说热脸贴人家冷屁股，我给你一个好机会，啊，你不要的时候，那你就没有贵人啦。哎，一般人来讲，要想把主动的好姻缘跟你分享的，大概你很难碰到。即使有那东西，我们也都从亲戚朋友圈先找嘛，对不对？对于一般陌生人怎么有呢？所以几乎你就没有贵人啦，不是？我们在生活中听人家在谈，这个时局。这个局势啊，你判断到啊，正是你现在的能力所可以的，你能不能掌握的，那就贵人了。所以如何判断跟掌握你现在实力相当的好姻缘，你还是有贵人的，不是有一个人来说我是你的贵人，没有这么三八的，对不对？算命的人会跟你讲说你这个月有贵人，那你就开始看脸相，对不对？不是，就你的好机运到了。今年很多网络消息啊，说属牛的人啊是你的大贵人，有没有？哦，那你就开始找你属什么？你属什么？那只不过一小部分呐，哦，那你要能够掌握到那良好的讯息，对不起，这个是我们在看的。那我个人来讲，我一生啊，我觉得贵人很多，但是呢，我发现我一生呢，我只做一件事情，我认真的做，认真做事。所以人家说什么叫情人节，我说还有那种节呀，那什么节呀？哦，我从来没过过情人节，因为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做事，做到。有那么一天要结婚的时候，送帖子给同学啊，他妈妈在哭，说他儿子要出家。我说，哦，那我去把他抓回家。就在这个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大概该做的事都做完了，我就跟他要辩论，因为那时候我还没学佛，我就跟他相约5年后我们来辩论，因为他说他学5年。他认为出家最好，然后我说那我也来学5年，我肯定啊，我读5年的书超过你10年，
所以就决定跟他辩论。我读了五年以后，是我决定要出家。他就是我的贵人啊，对不对？他先示现出家给我看啊，我跟他辩论的是看谁会赢。那认真读了五年以后啊，我发现我们对佛陀的真理都误会了，所以五年后我再决定要把佛陀的真理传播出来。所以我在想了一年，我应该以出家的身份来传扬这个真理。那时候呢，小孩子才刚出生，我想我现在不能出家，我决定十年后孩子长大一些懂事了以后我再出家，就这么决定。其实从那时候我就已经过出家人的生活。这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你有没有贵人？有啊，你掌握得到吗？所以十年后我要出家还找不到师父啊，因为我都埋头苦干了。结果地藏菩萨叫我师父来了。现在我接受这个华严宗的这种掌门人的这个位置啊，是观世音菩萨叫那个祖师爷把衣钵传给我，不是我要的，我也不知道到哪里去找啊。把你的事做好，贵人就会出现啊！不但有形的，无形的才多。所以我认为贵人是好姻缘，但是你必须准备好，你没有准备好，它降临不到你身上，你本身所具备的条件。我们还是讲回来，是我们本身要具备的。但每个人人生的定位不同，你所应该具备的条件也不一样。那你哪一条河流向哪个大海啊，是必然最后啊都要流向大海。但是你是哪属于哪个大海的不一定。但是你的流向已经确定你在哪里，你的出生已经确定你在哪里。你该流向太平洋的不可能流向大西洋，你该流向印度洋的不可能流向大西洋，这是必然的，是你的出生、你的条件、你的因缘而决定。那最重要是你个人决定怎么样尽心尽力去做它，这个是很重要。你说我遇到哪些贵人，是有，但是几乎都是他们找我的。你说这三个菩萨他怎么不来找我？他就找我师父来找我。我有三个师父啊，一个地藏菩萨叫他来的啊，一个观音菩萨叫他来的，一个普贤菩萨叫他来的。不然我印度那师父怎么知道是普贤菩萨叫他来找我们的？是他找到我，不是我找到他。他找到我，我还要检视一下他讲的是真的假的，人家要找的是我们嘛。我要跟他检验了五年，我才决定了。这个就是我们本身要准备好你应有的条件，要不然给你也没用啊。我记得有个驸马爷啊，听说他要订婚了啊，临时决定说啊，有个公主不错啊，他要马上换个公主，他没有准备好啊，这个驸马都当得很辛苦。所以我们不羡慕人家当驸马，自己的条件准备好，公主就会投怀送抱。祝福大家。哦，谢谢，谢谢老和尚的开示啊！我想起一句话啊，说花若盛开，蝴蝶自来啊。下一句呢？啊，对对对，我想大家都听过这句话。那在座还有两位生命盛开的人。的人啊，来分享一下怎么招蜂引蝶好了。就是当你的生命盛开的时候，蝴蝶飞过来，你要如何去掌握它，然后变成你的一个贵人，来帮助你的事业的开展啊？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我想听听 Frank。和尚刚刚讲的那个贵人不是人，这个是非常，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啊，就是每一个因缘。你怎么去把握？
那大家听到说，刚刚说是由菩萨那边找您这边，让我觉得说，这个 Internet 的力量蛮大的，这个网络世界绝对不是现在发明的。其实，在整个灵、心灵或是各方面，其实有我们人生有很多未知。我们现在叫做 unknown unknown 嘛，对不对？啊， unknown unknown 是什么意思？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也就是说，其实现在的世界有很多事我们不知道，所以，我找贵人是这样，就是说，确实像和尚老师讲，就是说，我尽量去回想这个过程，但是我过程就是心存感谢而已。想老半天，就是说，你就是就是 appreciation 感谢，那你不要忽略这一个能力。就算你被你要离职的时候感谢公司，你做到一个案子，你感谢你的团队，你可能得到一个 promotion。你可能也是有一些感谢，你可能受到一个挫折，可能挫折够深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礼物给你了，这也是个感谢。你可能失败，学到一些经验，然后让你下次更成功，也是感谢。我觉得这些都是贵人啊。那所以我认为处处是贵人，只要你心存感谢啊，这个是我觉得那。当然，我自己觉得，我收获最多的时候都是失败的时候。就是说，我现在回想，我还记得的东西最深刻的，不竟然是多成功的事，大部分都是一些很小很小的，让我觉得应该说是意料之外的意料之内了。就是说，我觉得很多成功也可能是意料之外，很多失败也可能是意料之内。我举两个例子好了，就是说我常跟同事讲，我有两个很棒的缘分哈、哦。这个本来还有第三个哈、哦，那个第一个是2004年，我讲过很多次的，让我们现在在 Microsoft 可以是。两岸三地最大的，那是因为我跟这位朋友，我们两个在吃牛丸牛排，他喜欢抽烟，我就陪他抽烟，结果从9点抽到11点，两包烟，然后把我们围起来，发现我们被烟围住了，然后谈成一个 deal， 就是你不要上柜，你就跟我们合并好了，啊，所以就是恒毅，就是现在这个 IT 最大的那个。那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很多人都有参与，都有知道。那可是都不是我要的，就是我那时候只想帮他成功，因为我觉得你上柜不会成功，因为你那时候的价格跟这个收入不够。我是想帮他说，那你既然还想要继续创业，你可能上去可能要 lock up 3年，可能要什么什么，那干脆我先帮你 exit 好了。我是出于这个关系。那后来有很多好的因缘，就是这样从这一点开始。第二个因缘是香港，我在中国深圳、香港，我有一次是做一个 CIO Forum， 我就跑遍了大陆，就是每一个城市去演讲，带着金城的团队再去跟 local 的 partner 跟我们的分公司主管讲。这位我们后来投资的公司，他都有去听。那可能他觉得我们很用心吧，等到他要在中国上想要做 IPO 的时候，上市或者要分割股权的时候，他找了德意志银行，找了瑞士银行，很多都要用很高的价格投。但是我找他的时候，我记得是11月11号11点11分，我刚好 landing 在香港机场。然后我就在香港机场的这个养茶，从1点谈到下午4点，把那个菜单拿背面拿来写合约，以4亿9000万的价格买你30%的股份，40%，我就回去。回去之后我发现说还有董事会，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当时就觉得这事一定要做，就后来这个 case 最高点 IPO 2015年，我去深圳，他们会敲钟嘛，哈，连续飙到公司的潜在的获利是100亿，这个地有赚100亿，那是纸上富贵哦，因为我们一年后才能 exit， 但后来是赚几十亿，但是我认为是他是我的贵人，可是在这过程中是因为你付出的辛劳，他在背后观察你，哦，你这个人可能是他的伙伴，他的 partner， 他信任，他说我就选人，你大银行要投资我不要，我就看你，就是你，没有你不行，所以我就很忙，我就被他指定是你，所以我就回来要说服董事会，但这一段后来他非常成功，还现在还是非常成功，这就是我觉得贵人，大概是这样，谢谢。我想贵人好像不只是掌握，而且有时候去接受，你还要有那个智慧去接受贵人的来临哦。来，我们睡哥，所以刚刚 Frank 讲第三个姻缘应该还会有啦。那个其实刚刚讲到贵人，我刚刚讲到这个郭硕，其实没错哈，就是其实刚刚讲到 Frank 讲到第三个姻缘，我相信应该是我对号入座嘛哈。但是其实我就讲这段事情的话，其实也是我们的贵人，就是这个后来 TJ 嘛哈，这个决定不继续执行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也有一点反省，然后有一点改进哈，那这个就是其实也是贵人，其实让我们的体质会更好，然后我们做事会更小心一点哦。这个就是我觉得也是一样，那其实我要讲我自己，其实我自己认为我的贵人其实就是刚刚我一开始讲的志邦的那些副总们，还有当时的这个 CEO 叫黄安杰的，他就是没有让我继续，其实我们后来3年以后我就上柜了，那时候我上柜那一天，我记得黄安杰跟当时那个志邦的董事长杜义明还打电话给我，要跟我见面，说恭喜我。那我后来我跑下午也跑去跟他们见面，然后我还跟他讲说，老板，你那时候不支持我，叫我现在那时候支持我的话，现在上柜的是金门资讯。所以其实我那时候也替他们惋惜啊。不过说真的啦，那当时的心里是有点不是真的20%替他们惋惜的，80%是说你垮哦。所以其实我在职场上其实一样啊，我有很多贵人。刚刚我讲郭硕，其实郭硕也是我的贵人，因为我说真的，我自己在看的面相上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他有他的这种跟我比较不一样的说法跟看法的时候，其实我们互相 brainstorming 哈，脑袋激荡一下，其实我们公司会越来越好。其实他也是，我也很感谢他哈。那现在再加上这个施建成也回来了哈，施建成没错，他以前也不大想工作哈。那但是我从他这一次的回来，我觉得他越来越投入，而且越来越觉得说这件事是有意义的，而且我们三个人一起把这个公司带起来，真的是对大家都好，所以我觉得贵人是互相的，有时候是其实我说真的，我以前经常在想说，敦阳梁修忠我是他贵人，因为我帮他打了4年前面的基础，因为他其实他是一个 sales， 他对于技术啊什么都不懂啊，对于原厂也不懂，然后甚至于我经常跟一些年轻的原厂的业务在花时间在沟通的时候，他还跟我说：“啊，你跟这样年轻人谈什么啦？哪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经常跟他讲，我说：“梁总，我不晓得这个年轻人将来会不会变成哪一家公司的这个总经理，对不对？一样啊，我记得以前这个现在的思科的 Michael 也是一个 sales 啊，菜菜的、啊，对不对？”现在你看还管我们哈、哦、，Michael 有没有来？有，有哈、哦，谢谢，我也没有得罪你啊。
所以我是说，真的很多事情大家互相，这个就是应对进退啊。我经常，其实我在家里也是一样，我妈妈有时候，我太太有时候会骂我说，哎，你对你妈妈讲话好啊，她要你干嘛？你就说啊，再看看，再看看。哎，你这再看看是什么意思？几乎都是不要的嘛。我说事缓则圆嘛。反正我太太是这样讲我，但是我爸爸，哎，我妈妈就说，哎，你真的比较会做人的。我跟你爸爸讲，你爸爸说不要，我就很生气。我说对对对。所以有很多东西真的就是事缓则圆，你把时间拉长一点，让他自己也会去变化的，那时间会让他的想法或他的意愿也变化一下。所以很多事情刚刚在讲的，回应一下的，这个贵人就看你正面的思考。假如所有东西你都是负面的思考的话，说真的，不管是人家对你好，人家对你不好，你都会觉得这个人好像都对你不好。但是正面思考的人，你任何事情都是正面化，人家对你不好，你会回过头来觉得，哎，他是不是在提醒我什么，让我更成长或怎么样，好不好？分享一下，谢谢。好，非常。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我想今天真的是收获很多，那也希望这个台上的三位呢，将来都做各位生命中的贵人，也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听了今天的演讲之后呢，你也都做你们身边的人的贵人，好不好？啊，好，那我们剩下最后呢，我们要请老和尚呢，要做一点结论吗？我补充一下，因为大家谈到这个贵人。事业上帮助的人，提拔我们的人，给我们恩泽的人，我们提到了，大家应该很清楚。但我想有两个贵人啊，大家不要忘了，你身边的先生太太是你的贵人。今天有这样的幸福家庭，这个贵人不要忘了。第二个，我们身边的同事啊，同仁啊，都是我们的贵人，我们应该珍惜这份缘分啊！我认为缘分是真正的贵人啊！我希望大家珍惜现有的一切，不要浪费了，不要糟蹋了。祝福大家，阿弥陀佛。谢谢。谢谢。好，那我们最后呢？因为老和尚有新书，我想借这个机会，老和尚签了名啊，要赠送给 Frank 跟衰哥。好，那我们就这一场坐看云起时的公益演讲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祝福大家事业蒸蒸日上，身体健康，期待下次再相遇。好。